人会永远在一起吗？那只要俩人都活着。嘿，您这说的也是太对了。九南和九成吵过架吗？吵过，两口子吵架呢，是不是？对，吵架能说一说是因为什么吗？他说因为没小孩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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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说看住了，把张姐让你谢，让你不是是让你啊，在长春啊，或者是哈尔滨啊，把张九南啊抱起来，然后扔到窗户外边。不行，他认得家。哦，后悔和九南搭档吗？这谁问的问题？他要找这个人了。不是，这是谁问的问题？给我说话，找他。这是刚才这谁问你后悔跟张小南搭档吗？这不会，踢不死他我。本来咬过九重吗？咬过。九重，你为什么老能提出这种问题？九重，就是问题。你其实就是他问的，对吧？我跟九重来过，对，跟九江来过，对，跟子琪也来过，就是没跟博帅来过。嗯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是挺想跟博帅玩玩的，但是。说清楚，说相声。这怎么成哥一上直播老开车呢？是吧？那年出国巡演是不是你们也跟着来着？前年吧，跟您走了一大圈。九成也行，你就好好跟九成一块儿。是，我就跟他在一块儿。因为你看他这个肉肉囊囊的劲头，配合你这胖造型的啊，对，俩人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大。跟谁在一块儿都不跟他在一块儿。跟谁在一块儿都不跟他在一块儿。和搭档公主抱。你得撒娇，可都怪你，你不哄哄人家，人家有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大坏蛋。九成，你就是有比你更好的人的话，那我就假装没看见。